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如果我有一瓶看不见的怎么办？我找人给你治。那治不好怎么办？我找好医院去给你治。那还是治不好怎么办？你这不就难为我了吗？那你跟我妈妈是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呀？她说她会把大便给我。你说什么？说你会把你的脸给我。我把我的眼给你？我这么年轻我就把我的眼睛给你了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连电视剧都没看完呢。我不管，我叫你爹。妈给你挖两只猪眼行不？我不要，我叫你爹。不要你。我不给。我不给。我不给。你俩这就要出门了呗？我用送的又不是外人。你俩出门不带我呀？啊，你自己出门你不想我吗？想啊。那想你别跟爸爸出门了呗。我不出门咋想你啊？我哼，难怪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自从哪有了你，你爸的朋友圈再也没发过我的照片。就像你今天刚收到的快递，你还记得快递员长啥样吗？那我上哪儿记得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猜呀，你猜对了就告诉你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们一家四口就像是这个房子一样，里面住着妈妈、爸爸、小九还有二宝，我们四个组合在一起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缺了谁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说的呀。嗯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温柔的妈妈，我再也不跟你生气了。我再也不吼你了，你看行不行？妈妈你正常点，我不得劲儿。慢慢你就得劲儿了。来告诉妈香蕉怎么说。banana。 好棒，来再来一个，两根香蕉怎么说？ banana。 三根呢？ banana。 那这些香蕉呢？ banana。 这咋还剪了呢？不是谁逼你了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虎的孩子会打洞，这不是你逼的。谁愿意买身材滑，整得像是会十八般武艺似的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对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我若气死谁如意？相信公安，相信党，打人没有好下场。忍一步子宫肌瘤，退一步乳腺增生，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爆发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再见了，妈妈，尽管我就有点好。想吃吗？想吃。你想吃你就夸我呀。夸你啥？夸我好看呗。你不诚心难为我吗？不是，我就让你夸我一下，有那么难吗？比数学题还难。我有那么丑吗？我要是真那么丑，你爸当初为啥娶我呀？为民除害呗。你就这么对我啊？我都怀疑等我老了你能孝顺我吗？其实孝顺分很多种，比如等你老了我有一口吃的，你就有一口吃的，这就是一种孝顺。再比如你生病住院我不拔管，也是一种孝顺。那行，那我要是真生病了，你手里有50万，需要49万才能救我，你怎么办？爸爸，你怎么不能别总问那些没有营养的问题呀？不是，怎么就没有营养了呢？你知道吗？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，可是一旦吃饱就会有一堆一的烦恼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吃饱了撑的。我哎，不是，不你说谁吃饱了撑的？我们梦寐的问句，这是什么吗？这西红柿炒鸡蛋吗？这顶多就是西红柿和鸡蛋呢，他俩就更没想到在一起一辈子了，没了让你给分配了。你把它吃进去不就又在一起了吗？这又是啥海带吗？你不认识啊？不认识吗？你别光看，你吃，味道可好了。这好不好我是不知道了，但是我这胃呀、是指定好不了的。爸爸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好吃的？行，我再给你露一下。我辛辛苦苦
做的菜你们就不能鼓励我一下吗？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我的创新啊。你创的挺好，下次别创了。我，那你让我尝尝。你说人这一长大怎么连点快乐都没有了呢？说白了就是穷呗。是呗，我想看个电影我都没有钱。是啊。啊，走走。哎，你俩要干啥来了？咱俩谈判呗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呀？恐怖分子都能谈，你咋的？行，那你说吧。你看我都快咬了吗？所以这几天要开开心心的。然后呢？你咋那么无情呢？我无情。这样的，要是你能每天让我开开心心，就把我压岁钱分给你吧。啊，你居然用钱来衡量你和我的感情，我不得不说你这个人。你看人还挺准的，我说你一想吃点啥，还给我讲个故事。讲故事行，讲故事我最在行了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小和尚。你还是带我看个电影吧。看电影啊？那看电影也行。那走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打算把压岁钱给你妈一半啊？是，不用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完了，我给你留饭了。哎呀，行，没关系，我一会儿自己随便找口吃的就行。反正你俩也不关心我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好的。我就发现，自从有了你，你爸对我的态度都变了。嗯、以前都是，哎，小心肝，小宝贝儿，现在连口吃的都不给我留。你一逛逛一天，连口饭都没碰着啊！人家都快吃完了，你才回来，你干啥来了？收尾来了？我不合计早点回来陪陪你们两个吗？参与一下你们两个的生活。你把碗刷了吧，就算你参与了。你咋想的呀？我又没吃饭，我凭什么洗碗呢？我出五块，你去洗碗。哎，我出十块，你洗。我出五十，你去。我出一百，你洗。行，我洗。哎，不对，你俩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呢？行，那咱来一次全凭运气的。这里有 A、B 两个选项，你选对了我洗，你选错了你洗。你选 A 还是选 B？ 我选 B。恭喜你妈妈，去洗碗吧。我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，给你机会你也没什么用呢。不是，我这。别吃了、嗯、我问你，假如现在有两样东西摆在你面前，一个是棒棒糖，一个是妈妈，你会怎么选？妈妈不是人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妈妈是人肯定会选妈妈呀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你为什么选妈妈呀？因为妈妈会给我买棒棒糖。你这点心思要是用在学习上该有多好啊。人家问你妈妈在水里能憋气多久，你写三个小时，请问我人还在吗？那三分钟可以。你给我憋个三分钟来我看看、啊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，那你写吧，你能憋多久写多久。问人家都说母慈子孝，怎么每次到你这都不一样呢？那也得母慈子孝孝啊。那我不慈吗？每一次跟你说话我都感觉我浑身发热。那你先戴上口罩，再去量量体温。当然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就隔离吧。你就这么着急把我送走呗？这人生几十年，你就占了我五年，你啥时候能放过我呀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你落寞。